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King 县治安官办公室。我是 Many Apostle Junior， 在社区计划和服务部门工作。我将为大家简要介绍我们的部门服务。为保护案件受害人，加强执法部门的案件侦测、调查以及起诉能力，我们设有 U Visa 和 T Visa 安全计划。治安官办公室通过 U Visa 和 T Visa 计划为移民受害者提供服务以及各种资源。若需深入了解该计划或索要相关宣传册，请登录我们的网站或来电或发送电子邮件联系我们。King 县治安官办公室为您提供以下资料：帮助仇恨犯罪受害者获取资源的反仇恨犯罪宣传册，详细介绍各种向治安官办公室报案的方式的案件报告宣传册。King 县治安官办公室还为企业提供安全空间贴纸，将贴纸贴在店面橱窗上，可以告知顾客，可以放心在店内报案。如果您希望获取本视频介绍的资料，请联系县治安官办公室，我们将融入社区并竭诚服务于社区。